起床。这起床说，哎，没睡够啊，家人。是，差点意思。楼下集合。完了，这是不是2秒钟就得集合呀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这袜子，快快！绿色小卡车。小心，张翰，告。什么情况？集合的时候还来一把牙刷？下一次啊，不要出现这种情况。上午的我们的训练安排，新生班由新生班长组织进行业务技能训练评比，老同志这边开展装备器材的训练，第二个迅速的整理内务打扫卫生，将进行对内务卫生的检查评比。各班开会，加油正，阿宝正，新生班小耀正，阿宝正。不是，这被子咋办？咋叠的？先折一下。哦。然后是给他怎么弄的来着？我被子都没折完。都是泪啊。在意他们提“老”这个字吗？就不介意啊，我37岁还行吧。37岁能保养成我这样，或者是说能有我这个状态的，是也不多吧。当下的我自己是我认为比较满意的状态和阶段。这几折来着，韩哥？嗯，这是3折是吧？没，2折。你这儿一折，然后之后再折到这儿来一折。你按照那个之前有印儿啊，你就啊，那个，嗯，老秦直接放弃了，都不叠了。你干啥，老秦？你背太大了，有点鼓鼓。哎呦，班长，都忙完了吧？啊，继文，好，现在对大家的内务卫生进行一个检查。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物品的摆放以及我们被子的整理啊，根据这个，我还会给你们相应的打分，也是你们下队后的考评中的一项。这个桌子是谁和谁的？欧阳。为什么资料还摆在桌子上？抽屉里面为什么不放资料？昨天有讲过的。你这叠的什么东西？你的边角都是圆的，
人家是尖的，有边有角的。你这辈子叠的是什么？你连捏都没捏，勾都没勾，多多少少要捏一下塞一下吧，啥都没。就是按照样子放了一下而已。有空的时候都去把被子整一整，你的这床比他的稍微好一点，还能看到两个角。但是你不觉得你这个被子叠得跟个坦克一样吗？张翰的被子还稍微好一点。哦，可以说是你们几个当中最好的一床。边角最起码都有。张冰冰的被子整个下面都已经塌陷下来了，都快扁下去了。那能看着两个脚吗？脚是有点脚，头大屁股小。你看一下这儿的形状，有点兜齿儿。兜齿儿，以后你的被就叠一个这样兜齿儿。有点地包天了。张翰学一学被子怎么叠，你看看张翰的被子叠的，再看看你的被子叠的，下次叠好。叠被子这事儿啊，确确实实是我一个非常非常薄弱的地方，那就下次还是不盖了。张翰骑的勉强看得过去，哦，勉强看得过去。我忍痛没有盖被子，保护好了原始的被子。我把大衣反过来，把我的脚塞进那个帽子里，就睡着了。那么小心呵护它了，真的是，还能说叠的不好？张岩，你的被子比前面的那三床稍微好一点，属于不上不下。挺好。太满意了。但是那四个人我能排第一，我觉得挺厉害的。被子既然没叠好，我们都要多花时间去琢磨一下这个被子要怎么去弄。秦小姐，你那双被子看着动都没动过。最差的没有之一，赶紧重新再叠一遍，认真一点叠。哦，班副八点半之前，然后带大家去楼下把我们那套橙色的抢险服换上，在那个训练塔塔楼那边集合。今天结束了之后会根据大家打一个评分，合格的人员然后从今天下午开始就可以随警出动。好，大家记住继续保持，不要坐床上啊。那当然不敢坐。啊，坐一会儿吧。滚。压不住。能，你就这样。那汉哥怎么能叠好？你怎么叠不好？你拿隔壁跟人教官换一床，这过分了，这个太过分了。咱不能换自己班上的，换别人班上的可以。主要是被子睡了一宿，它有点不那么平均了，这床。你可坏啊。放得开，放得开，怎么样？哎，一下就好了。这么看我俩没什么区别。你看看看能多久能发现这件事儿，一点不真。你秀起来了是吧？
我从今往后都不盖被，我回家也不盖被子，我练练好这身绝活。李大勋，李大勋，换我背是吧？哎呦，被发现了！汉哥肯定坐下第一件事，先欣赏自己背，你知道吧？刚一欣赏，跟刚才味道不对了。我摆摆摆到我那看一下。